在荒芜的雪域，在辽阔的圣湖，他沉浸似水，静卧如佛。他的诗歌如一颗明珠高挂天际，映照凡间众生。他的人生如一缕清风绣在水面，多少人不辞万里千山万水，只为寻找他的踪影。明知此生无缘得见，却为了一句美丽的诺言痴心不悔，只因他是俊雅的佛，是最美的情郎，是一生的珍藏。高僧行疑，不求传奇。各位好，欢迎收看高僧传奇。第八，商杰嘉措下了旨意，说给蒙古王子做王妃是仁真王母最好的归宿。仓央嘉措的心像被撕裂一样的疼痛，他写下昔日热恋的情人成了别人的新娘，相思折磨我哀愁的心，让我容颜枯瘦。他的字字句句写的全是伤痛。刻苦的思念可以让人狂热，可是依然冲不破布达拉宫那堵高墙。昔日热恋的情人成为了别人的新娘，仓央嘉措直白地写出他的无能为力。桑杰嘉措说，西藏的一切都是属于活佛的，可是仓央嘉措却觉得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那些权力、荣誉还有膜拜，仓央嘉措都不想要，他只想和仁增汪姆过着单纯的生活，跟平凡人一样，在某个小镇上生活着，幸福到老。是命运的捉弄，还是轮回的驱使？一个至高无上的活佛，拥有整个西藏，却不能拥有一个凡人的普通爱情。在夜色笼罩下的布达拉宫，有一种冷艳的美。仓央嘉措的寝宫葛当机空旷而且孤冷，他常常闻到一种奇妙的清香味道，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有时候伴着皎洁的月亮游云而来，有时候呢随着冷风凄雨而来，辗转回旋里，这香味多了几分的眷恋和缠绵。这一段尘缘相隔着千山万水，把两个有情人相隔在天涯的两端。仓央嘉措是西域高原至高无上的活佛，而仁增汪姆则成了蒙古草原最美丽的王妃。那些美好的过去好像只是梦一场，醒来就像不曾发生过一样。授课的老师们都说，不同于过去几个月，感觉像在神游一样，佛爷最近上课时更用功了。然而仓央嘉措的努力，看在五世班禅洛桑益希的眼里，却是无比孤独的。他知道这个倔强的孩子正在辛苦地忘记红尘中的悲苦心事。三年如一日的打坐，让生性活泼的仓央嘉措变成了一个隐忍沉默的人，每天眼睛里看着的是大殿的廊柱，耳朵听到的是喇嘛的诵经，手中触摸的竟是经卷和佛珠，鼻子闻到的是缭绕的神香。仓央嘉措觉得自己在民间的十五年好像一场前世的红尘梦，既然是梦，就有梦醒的一天。清净的佛法可以剔除一切悲苦，
仓央嘉措打坐、调息、诵经，他要把自己排除在记忆之外。野马往山上跑，可用陷阱或绳索拴住。爱人起了反抗，用神通力也捉拿不住。布达拉宫的大殿里，浓郁的香气熏得让人昏沉沉的。仓央嘉措有些坐立不安，他举手用力一挥，想将烦恼和香味一并挥去。经师在耳边讲课着，仓央嘉措只是有意无意地听着，甚至会眯起眼睛，嘴巴开始哼着歌曲。这是活佛第一次在佛堂上公然的失控，他的行为让金师紧张的双手合十，虔诚拜托的请求仓央嘉措要好好的听讲。仓央嘉措想起五世班禅给他上的第一堂课，讲述了五世达赖喇嘛荣耀的一生，还说了五世达赖在16岁的时候就参与政治事务了。现在他18岁了，却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已经到了亲政的年龄，还不能参与政务呢？打坐、念佛、修行，是他这几年生活的全部。他努力成为一个认真的人，可是换来的是空欢喜一场。清心修行佛法到底有什么价值呢？仓央嘉措不曾为任何人解释过心中的疑惑和忧虑，也不曾为信徒带来善因和祝福。他知道他只是这场政治角逐中的一张牌，在这个王座身后并不是一条潜心向佛就能修成正果的康庄大道。世人都觉得第八桑杰嘉措贪恋权位，在布达拉宫的顶端握着本该是属于活佛的权杖不肯放手，而且这一握就是18年。仓央嘉措对第八也有这样的感觉，桑杰嘉措并不是贪恋权位，他清楚明白六世活佛的教育、蒙古政权的巩固，都是五世达赖临终之前的嘱咐。在五世达赖年轻时，格鲁派的处境危机四伏，当时蒙古科尔克部的阙图汗、格举派政权的藏巴汗，再加上康区的白利土司共同结盟，要消灭格鲁派。五世达赖请来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帮他取得了王座。可是固始汗却硬生生地插旗，在西藏的政治领域当中肆无忌惮地掠取五世达赖好不容易得来的权力。五世达赖用尽半个人生的时间在周旋这件事情，一直到他死前都还没有圆满。政治的战场终会有散场的一天，但在这之前，如果格鲁派和蒙古和硕特部失和的话，桑杰嘉措肯定还年轻的仓央嘉措是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局势的。桑杰嘉措也明白时间真的不多了，现在政权的不稳定还是他最大的隐忧。为了这个五世达赖交予他的任务，即使困难重重也要尽力完成。他不想让武士的心血付诸东流，也不忍心让一个单纯的孩子卷入其中。
他不相信一个孩子能独立挑起宗教和政务这两大重担。让西藏的政治能长治久安，这不只是五世达赖的遗愿，也是桑杰嘉措想要送给仓央嘉措未来亲政的厚礼。躁疾和暴怒联合，将鹰的羽毛弄乱了，诡诈和忧虑的心思将我弄憔悴了。佛陀告诉我们，人的生理本能配合着心理的指示，如果能善加调整，不仅引导我们走向人生的正途，还可以圆满成生命究竟的理想。佛陀的故事叙述佛陀与众生之间的互动，如何善巧方便地找回人人本具觉醒的心性。护持节目制作就是护持佛陀教法，让佛陀的教育救助人间。节目护持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桑杰嘉措万万想不到，这时候的仓央嘉措对宗教的学习已经失去了兴趣。他听到身边的人来报告，活佛不喜欢学习，在上课时会用经书盖住眼睛，不然就随性地哼起歌曲。他的学习态度让第八感到惊讶与不安，他的心呐揪了一下，暗自想着：孩子呀，你这样做会枉费我十多年来的苦心啊。一天一天长大的活佛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听话的孩子了，他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再顺从老师们的话。桑杰嘉措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五世班禅的身上，因为五世将为他授比丘戒，让他成为正式的僧人。桑杰嘉措给五世班禅写了一封求助信，信中是这么写着：大师，这孩子最近不喜爱佛学，时常倦怠懒散，又听人说他喜爱游乐，对此我非常担心，还请大师多加规劝，以免遗憾。五世班禅大师接到信之后，派人告诉第八，按照以前的约定，马上要给仓央嘉措授比丘戒了。受了戒的人，精神必定会振奋，身心自然清净。至于他喜好游乐，这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无需担忧。到时候我会与他深谈，端正其心。听了五世的话，桑杰嘉措稍稍放心了，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大师的身上。这一天，格鲁派的高僧们护送仓央嘉措来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五世班禅早已等候多时，见到仓央嘉措，他十分的高兴，想请他为全寺的僧人来讲经，不过被仓央嘉措拒绝了。五世班禅说，既然不想讲经，那我们就按照原先的约定直接受戒吧。听到这里，仓央嘉措立刻跪在地上，他对班禅说，弟子有违师父的命令，实在感到愧疚，比丘戒是我万万不受的，也请师父将以前授给我的沙弥戒收回吧。在场的僧人听了都吓了一大跳，如果退了沙弥戒，就不是出家人了，不是出家人怎么能当活佛呢？哪有俗家人当活佛的道理？
大家忘记了，仓央嘉措是活佛的身份，纷纷靠近地劝说他不可以这么做。这在平时是不容许这么近身接近活佛的。可见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惊吓。五世班禅看着仓央嘉措，想起了五年前还誓愿做一位大成就者的孩子，怎么今天会不愿意受戒？五世明白仓央嘉措身心的孤独与无奈，他轻轻地对仓央嘉措说：“孩子啊，不受比丘戒的话，如何做活佛呢？又如何成为宗教的领袖呢？”仓央嘉措并不是临时起意的，这个问答题他早已在心中演练过无数次了。他对五世班禅说：“师父啊，难道成为领袖一定要读经读到白头吗？出家之人戒体清净，不应受俗世五蕴熏染，这样的人又如何治理一方水土呢？”武士再说：“可是孩子，若不出家又哪有资格做转世尊者呢？”师父，出家之人本不该沾染世俗之事，却要领导地方处理俗物，若不出家为僧又做不了尊者，这岂不是矛盾吗？”仓央嘉措一路地这么说着。师父，难道我们出家人就是为了俗世纷争而转世吗？班禅大师听着并没有说话，他的心里很清楚，这孩子说的没错，只是这一直就是个无解的问题，他无法回答。仓央嘉措还对五世班禅说：“师父，弟子情愿不受戒，并请师父将之前授给我的沙弥戒收回。戒体在身，实在是本心与行为相违背，弟子觉得暂不受戒反而能为地方求得福祉。”五世班禅听了长长的叹息了一声，他对仓央嘉措说：“孩子呀，你能为地方福祉着想，也不枉费我一番苦心。既然你决定这样，师父也不勉强。不过呢，师父对你有一点要求，就是不要穿俗家的衣服，近世戒在身，日后也可以受比丘戒。”仓央嘉措在札什伦布寺住了十多天，就在高僧的护送下又返回了布达拉宫。桑杰嘉措更慌了，这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呀？黄边黑心的浓云是盐霜和斋宝的章本，非僧非俗的班弟是我佛教法的仇敌。在仓央嘉措的故乡，人们知道他当了达赖以后，就流传着许多的传说。有人说他是一位先知，小的时候就说过我要到拉萨去，有人会来欢迎的，这一类的话。或是说有人好几次远从不丹来想要谋害他，都被他事先察觉躲过一劫。还有个传说是五世达赖对这位转世替身有过隐姓埋名为众生须得守12年的受记，却因为第八的权力过大，超过了3年，使得转世灵童到了15岁才得以到拉萨坐船。故乡的人们绘声绘影地传说着，是真是假也无从分辨或证实。反正啊，
活佛确实是来自于门鱼，这些谣传自然永远不会断。尽管故乡的人们一直在传说着有关于他的一切，但是仓央嘉措却一点也得不到有关于故乡的消息。这一天正是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仓央嘉措准备到后宫的空地去练习射箭，没想到有一个更大的惊喜正在等着他呢。是什么惊喜呢？我们下一集再来说。节目最后来欣赏仓央嘉措的诗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野马往山上跑，可用陷阱或绳索拴住。爱人起了反抗，用神通力也捉拿不住。躁疾和暴怒联合，将鹰的羽毛弄乱了。诡诈和忧虑的心思，将我弄憔悴了。黄边黑心的浓云，是盐霜和灾宝的章本。非僧非俗的班弟，是我佛教法的仇敌。